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由潘良华委员来演讲，哈，请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同心，大家安安，大家好。啊，初级班因为我不来上哈，所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潘，哈，潘良华。那么我嘛是平埔族的原住民，真济台湾人，大部分拢是平埔族的原住民。啊，但是咱拢迄个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的教育加工，咱拢是汉人，咱拢是登山，咱的祖先拢登山过台湾，所生传落来，这是足大的错误。台湾人为遮唔着甲即嘛。所以很多人读到拢中国思想，拢想讲阮的祖先遐来，所以我呢，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拢安尼错误的观念哈。包括我的姓，嘛是台清的官员来台湾视察的时，所属乎阮的姓。那么平埔族唔是干那一种呀，迄是一个统称，规个台湾有十几族。的平埔族，那么较有名差不多十族哈。比如讲台北有凯达格兰族哈，阿边啊，两千年选到总统了，甲凯迄个介绍路哈，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所以即卖呐有要抗争，要向马英九抗议的，都拢伫凯达格兰大道咧集结哈，包括桃竹苗家。或者道卡斯族，吼，啊，那中部较侪族，有一个马木萨，啊，佫一个帕普拉，吼，啊，佫一个帕菜，云林、嘉义，再有一个红安雅族，啊，有人叫做红雅族，吼。那么上大族的一族叫做，伫台南地区叫做西拉雅族，西拉雅。那么西拉雅佫有两个支族。这里的高雄的迄个内蒙，哦，啊，加2009年莫拉克风灾灭村，迄族叫做大满族，哈，哦，迄种都规个拢灭村，哈，哦，村600几个，那村50几个活落来。那么，佫一族高屏地区，哈，哦，我就是高屏地区的，叫做马卡道族，这样呢，西拉雅的支族，哈，哦，因为真侪语言共款。哦，真同款。那么马卡道族真少人来讲。那么我伫这个社长遴选的高雄市长的市长的时候，为了要纪念阮这族，所以伫迄个纵贯铁路平交道边啊，哦，翠华路的相对面，翠华路边啊就是迄个铁路嘛，哈，铁路的东边。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纪念阮的祖先。啊，你本来要记这个马卡道族，我跟你讲，你就足够记的。马英九卡在平交道，火车来弄的包死的，我就是迄一族的哈，我是马卡道族的后裔哈。那么我这姓就是讲，台清来。视察的时候，啊，你问阮的祖先，问侍从官啊，吼，哦，当地这个北部官讲，按这族姓啥？啊，地方官讲无呢，因拢无姓，因为咱平埔族，包括高山山顶这十几族的高山族，咱拢无文字，啊，所以真侪拢用口传，哦，啊，那么咱的称呼，大部分。各一族民族哈，各族拢无同款。啊，阮的祖先我唔知当地安怎称呼啦吼。啊，所以地方官甲讲无呢，因家拢无姓呢。啊，阮的祖先拢开住伫河边、溪边，因为要洗物件、洗衫裤、洗身躯较方便嘛。好，啊，大清的官官安尼好，甲合作住伫水边的番。好，啊，我就是我的姓是安尼来啦吼。好所以你若看到我，你就会记讲啊，这个住伫水边的番，
哦，啊这因为作合作，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回家来弄是弄的包是作哈。好，那么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叫做台湾主权地位的探讨哈。那么我所参考的资料，有咱秘书长所写的哈，上早有一本叫做《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好，这本已经绝版了。再来，《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哦，这本嘛真好，真好读。我以前咧鼓励新的咱的学员拢这本先读，基础拍好，好，心头了定。安尼前下过来读台湾最终地位的第一册啊，第二册，过来这个新台湾和这本哦，那足重要。那么台美关系关键报告这本嘛是绝版啦。那么台湾最终地位，我头拄好看咱后壁咧卖册啊，第一册也无啊，剩第二册，好，甲第三册。那么第三册，因为你若英语足老的，会使买，吼，迄种规拢原文的，就是咱个美国，咱秘书长2006年10月24日个美国，遐一挂司法的文件哈。好，那么网站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官网哈。啊，甲《自由时报》电子报、台湾海外网，有遮内底来出一挂资料哈、哦。那么咱秘书长，我安尼前年后出差不多十几本册啊哈。上早直接进前又出一本，叫做《从中国出逃》，这本可能蛮绝版的，一本已卖十几万本了哈。迄阵伊都要为中国造出来哈、哦。好，这都要听伊跟你讲哈。我真欢喜，咱大家来加入咱的台湾民政府这个团队，和咱做来写历史。那么今仔日，恁有法度过来上这个高级班，就表示讲上天真正有要下一挂重担，下在你的肩骨头哈。台湾的前途真正在我看，剩台湾民政府这条路呢，因为我过去有加入。民进党嘛加入建国党，吼、哦！啊，过去一挂五万拢下伫民进党，哇！结果我就作失望吼！啊，等下我继续来讲吼、嗯。那么我可能天生的，或者天生的反对党。迄阵民进党还袂成立，我读高中。敢那台湾差不多两个党，一个叫做国民党，另外有一个叫做啥？啊？青年党的话，我印象敢那叫做青年党，作大，迄根本就是花瓶呐、啊，背离国民党边啊，你好看的，吼、哦。啊，迄个青年党无啥物作为，啊伊嘛就好，怎解就话呐？算。要好看，莫讲干那伊一党独大，所以创一个花瓶党叫做青年党，吼、哦，啊个国民党咧半经纬了用安尼。那么我读高中，教官要招我入党，我都袂瘾，因为我对国民党有足大一个问号，包括这边同款，普陀长嘛要招我入党，尤其我做宪兵。不是就来招啊，招个也足烦，啊！但是我就袂瘾，啊！所以好康的无通啊，轮到我。迄阵这边我一个月，我会记我300块一个月薪水哈、哦。但是你若有入国民那个国民党，好康的白话里头讲有驾训队有无？派你去训练3个月，开军车。3个月出来了，你替我是迄个会当换做自用的大卡车。我爱是早期30-40年前，你若驶大货车的薪水拢算足悬的，迄阵算高收入的，哦，迄阵驶货机也好。啊，因为我无加入国民党，所以也无法去。那么我本身学电子的，照讲，你若要
训练一寡通信的，唔得爱派我有这个电子基础的，去嘛无派我去，派一个完全对电拢无了解的人去，啊，你尾也是讲啦，变做我的好朋友，哈、哦，啊，你个想好康的无轮到我，因为因去受受阮三个月回来，薪水加50%，因一个月变了450，我迄阵的钱足好用的，哈、哦。迄钱迄阵较大，我记迄阵加工区的一般的薪水差不多800块呢，吼、哦。啊，所以迄阵你拿450块足够开。结果包括我听我了，迄阵我一直想讲，我要来求证讲战胜国中华民国，哦，伊在讲二战哈。哦打赢咱的母国，大日本帝国，哦，啊，咱日本国呢战败，啊，伊拢号称讲哦，复兴的台湾基地，哈，哦，即马足强盛的。我想讲啊，咱日本母国，我来看卖，来印证讲啊，咱母国用中华民国打败，啊是败到偌凄惨。啊，迄阵要出国，迄阵无咧开放观光哦，哈。所以，迄阵要出国，干那三个管道：第一，留学，哦，你就足够读册；啊，有我都申请到哦，美国还是加拿大、澳洲遐国家的学校，好、哦，咱就这样出国留学。第二，你足有才能的，有外国公司要甲你聘请，好、哦，安尼一定出国。剩的大概没有什么机会。无开放观光，你也无到申请讲要出国佚佗无？迄阵外汇管制，吼、哦。啊，所以迄阵另外一个管道，我咧做兵的时候，阮跟其他两个同组，阮三个吼，伊、哦、讲去考准员证，走商船，吼、哦，坐船啊出去就对啊，吼、哦。足侪人嘛，因中国人，阮并未去受，结果阮三个去考，敢若我考过，吼、哦。啊，我准去受训四个月，啊，摕着船员证。啊，阮做去接船的吼，尤其走美国做啊，真济台湾人，包括尤其中国人，所以遐外省的吼，去到美国就袂转啊，落船去佚佗就无转啊。迄因底下拢有人接应，因考船员证只是等于讲找一个方法离开台湾，因为因知影讲。台湾可能收不掉，那因中国人吼，伊若讲足够少阵啦吼，讲定咧草埔村，因定咧讲因外口前拄外口前，伊若足够前袂走到去台湾来，对不对？这足简单的逻辑嘛。你若是常胜将军，你着规个中国拢甲阿强阿小兵占领你底下做王，做吼、哦、做主席啊，那毛泽东咧做毛主席啊、哦，所以中国人足袂见笑。但是我来讲，郝柏村迄阵伫金门吼、哦、做连长呢吼，迄阵古林头战役，古林头战役是咱台湾人拍的，唔是因中国人拍。但是有机会讲吼、哦。好，那么民进党就成立，把我去我接船去日本，干那落船我就开始撮国民党啊。我真正讲咱台湾人许便宜啊。因为日本所看的拢遐进步，佮街道足清气，吼、哦、啊！日本人拢足有礼貌的，啊，清茶拢真舒适安尼，吼、哦。结果我伫日本的迄个东京街路，我伫感觉足奇怪，好像缺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想足久的，吼、哦，袂啊，终于吼，我想几步，我想。就是拢无拉巴声，差不多35年前，台湾人你若开车，拢敢那老大，恁骑乌多麦、骑卡达车，行拢安尼哇。较在十字路口不一定，大家拢有车灯哦。所以，迄赛车的人远在咧骑拉巴，是不是路口李总在咧骑拉巴？我车来啊，恁站较边啊，我要过啊，安尼意思。这爸妈叫大家在咧帮，去到日本拢无这款声。哦、我想到，我想真正日本有进步，有够文明，哈、哦，这个国家，为遐来比对讲，刚才迄阵用这个车来
六百声来比对，伫国民党教育之下，含日本的原早的教育，如果台湾迄当时卖蒋介石部队来，是美军入来占领，咱真含日本是差不多平水准，结果咱即马输日本输舔舔，好，好，啊，所以去日本回来了，过来，民进党伫咧成立。我较早阿袂有成立，有一个叫《美丽岛杂志社》，吼，啊伊，迄阵有一个类似政党的迄个形态，吼，叫做《美丽岛政团》。结果，蒋经国发现讲这个政团开始要起来，吼，伊就想办法要去利用一个事件，要来把台湾的精英给掠起来。二二八，就是中国人。伊知影讲，伊是三流的国家，要来管一流的台湾人，一定管袂落去，因为优秀的人太侪了。所以伊来，首先也袂来台湾。蒋经国伊本来就是情报头子，伊就已经派伊的情报人员来台湾各乡镇市搜查地方头人的名单。所以利用二二八事件发生，准甲这精英差不多三万的台湾人的精英。这日本政府开五十年训练出来的精英，拢掠台，安尼台湾就好通治啊。无你看，来台湾通治年外呢，就台湾人开始累积一大几百岁啊，吼、哦。所以一个临江卖这个卖粉的事件就崩开，这个是压，等于说引爆这个事件的引爆点，就大家拢忍袂掉。所以二十八事件就是咱台湾精英向台独的哈。那么伊后一代精英阁起来，伊要阁利用美丽岛事件，要阁甲这人阁装台。但是美国发现蒋经国这个计谋，所以派代表甲伊沟通讲：你这人拢袂使甲我台死，你爱用。经过司法的程序，好啊审判，吼、哦，所以蒋介石嘛演一出戏，叫做《美丽岛大审》，有无？佮实况转播，吼、哦，结果这拢是咧演给美国人看，那这人咧爱关，结果迄阵咧选举，是毋是讲，即个咧爱关的家属拢出来代替伊翁仔啊，代替。伊个亲人出来算，结果拢高票当选。哦，像讲姚这个姚嘉文因太太周清玉哦出来算，嘛最高票当选哈，真侪拢安尼哈。所以好佳哉，即批后一代过起来，即个精英，就伫美国要求之下，哈、哦，所以无判死刑，哈、哦，无像较早二八拢两台死。那么，但是后来《美丽岛杂志》是迄个关掉，哈、哦，等于迄个用线了。但是，不要台湾人，怎讲？若要反国民党，真正要有团体力量，所以不要到这个像夏天中鼎因啦，哈、哦，尤清啦、啊，哦，苏金昌因这大佬哈，都早期这人出来做民进党。这个做民进党，这嘛是伫美国的要求之下，要求蒋介石你爱民主制度，哈、哦，两党政治，终究爱有两个大党伫台湾会当轮替。蒋介石嘛是演一出戏，哈、哦，伊迄阵民进党要成立，去租饭店无人敢租啊。知影讲你咧租这个租党，就是要跟国民党相拼，这对你的伊也较敢。你若做饭店做伊，连伊国税局就来查，调查局也来调查，所以无人敢做，所以煞做无场地。颠倒是国民党，叫迄阵一个叫做国民党的敢那国民代表，叫做陈金呐，伊出来跟民进党在大闹咧，讲安尼啦，我替你来做燕山大饭店，互恁。给你们办这个成立大会，当然那时候这些大佬也有心理准备，随时
卡棒拢来三个，牙刷、牙膏拢准备好，准备要用量，结果拢无量，明呐？啊，你啊想，是蒋经国受命叫陈金浪去甲民进党这大老公、大老公来，我用燕山饭店，互你开成立大会，内底拢牵录音设备牵好势啊！恁内底咧开会咧讲啥物议题？蒋经国。在控制室内底拢看甲清清楚楚，消息拢一清二楚，等于是伫蒋经国的掌控之下，和民进党成立的。好，啊，你知影讲，燕山饭店，迄是国民党的招窟啦。好，国民党，因遮大佬就是拢不是伫遐咧出入咧请人食饭的所在。好，了民进党一个成立，那么过去我嘛唔知影这真相哈，这真侪拢咱秘书长讲的。一个成立，我就随家己吧，所以我在东靖河边来做头前的哈。那么迄阵一个想法就是讲，靠我一个人的力，无在了印度国民党，爱靠咱团体力量，所以搞我加入民进党。结果到习近平甲柯建良在东主席，我有够失望。一个讲要喝和解咖啡，一个要大胆西进，好吧？啊，要金马撤军，习近平讲要金马撤军。那么台湾人二十八事件，这精英三万的迄种台势，你习近平无叫这中国人、国民党来甲咱回击的，来甲咱背上。啊！你就要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你招人要啉咖啡，你啉头壳一空呀！哦，啊！这个柯建良讲要大胆西进，要甲台湾的资金、技术、管理，拢提起中国来教因，甲迄边甲本来是一只虫，怎么甲饲甲一只哦？中国龙这大只，好吧？今嘛咧倒甲咱台商哦。这红色供应链，即马作在台湾的厂商拢去要叠加，都啊剩两支大机的较用的，都啊，就是台积电了较用的，哦，啊个，你看像本来该用的这个液晶的荧幕，哦，啊个一挂做晶片的，哦，像莲花科本来嘛作用，即马嘛。哇！那等一支卡伊啊，哈！因为足多中国人技术甲你学起来，都要甲你偷走，都要甲你食掉，哈！所以民进党互我失望了，我阵开始无要插政治，哈！啊，就我爱生球啊，生花草，哈！我就去种花球啊。无偌久才发现讲，有一个动哥成立啊，这个目标恐怕足下个，跟简单明了扼要，哈！叫做建国党，建国党是较早代代迄个李正元教授哈，伊杨院长都成立的。啊，这个水准拢足高，因拢师资辈较侪，吼，拢是教授、老师、医师、哦，建筑师、律师、工程师，拢师资辈，也嘛发出啊哈。啊，结果这个。本来我的理想拢足好诶，我这拢出来拢德高望重诶，吼、哦！啊，结果民进党惊着，民进党又为着伊个咧党诶利益，竟然用人头党员啊一千个加入，因为迄阵建国党要招人嘛招无啥有，啊，像讲有人要一千个党员要加入，吼、哦，啊个。一个人啊，一千块，一千个就一百万，所以有一百万的党费通收。哦，啊，无想想这就真正好厉害。结果引狼入室，吼、哦，无偌久讲要定选，甲一挂干部拢定换换掉。较早建国党的干部拢用换掉，规个质变，等于建国党迄个民进党甲消灭。吼、哦，因为一挂换盘的人拢换人啊，吼、哦，而且建国党差不多两党了，开始怎？
慢慢摸落，到即嘛，你敢有听到建国党有啥物作为无啊？哦，啊，这是民进党无为着台湾的前途，为着伊党的利益、党的前途，甲咱一个足优秀的建国党，再总甲消灭掉。这有够可，因为照讲你的民进党是较，因为伊惊就惊呐，我这种教授级的，拢师资辈，我民进党大部分拢是普罗大众，拢。较侪拢是敢那讲，较台派安尼吼，较一般的百姓啦吼，卖讲水准较低啦。啊，所以伊为着伊党的利益，伊惊这个民进党去予建国党甲取代伊，因为这个形象啥子，拢做因为做这教授做啊写文章的，照讲你民进党，你爱看这教授级的人配合文的。写文章、写论述好，才会建国党内部。啊，恁民进党去行二月路线，啊，是街头运动拢好，结果唔是，伊阵甲消灭掉。所以到即嘛，你来看，民进党不要写论述啦，无像咱秘书长，吼、哦，台湾的法律地位、国际地位，安尼一本册一直出，哦，出十几本安尼。啊，伊所讲的足清楚，我伫民进党内底。我都答，那个得到的答案，拢伫秘书厅才摕到。所以一个建国党，过去创花的了，我个有魂无体，唔知要挖啥。较早挖民进党，挖民进党，我是帮，啊我四个咧飘浪，啊怎话一个建国党，我挖两年个小风也拖起，啊我阵个等来征求啊。飘浪，到有一天，我经过迄个，迄阵我逐天拢爱为高雄市的中正路地下道去屏东上班，吼，我来农场遐。啊，结果高雄市迄阵咧做捷运，说遐有流沙挖一个规个桥，煞崩咧，迄个地下道崩，所以我阵爱行电管的变道，吼，叫行电管的变道吼。伫个五路甲凯旋路路口迄个三角窗呀，我看了只差十几支的即款机啊，足大机哦吼，拢像遐大机啊。我看哦，啊这是美国的直销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啊。迄阵是安尼想啦，嘿啊，有一天过无久，我去病院甲阮爸爸摕迄个，高压的药啊，啊！你看报纸，来看一个报纸吼，无介大片啦吼。啊，原来有这支机啊，这实在，啊，甲看。哦，咱原来是咱秘书长迄阵伫高雄参加高雄区市长的选举，要宣扬咱台湾民政府即马咧讲这套法理论述了对啊。哎，我看过迄五路迄个三角窗，就是伊的总部啦。啊！电话有写讲，有一个电台频率，吼、哦，十点每工的早起时啊，十点到十二点，咱秘书长伫遐主持节目咧讲台湾法律，吼、哦，啊，佮讲迄礼拜拜六七点半，伫武庙的黄昏市场广场要演讲，啊，我一个电台佮转来听，听了佫会吓呢，我、哦、这频道哦有通就对啊。迄阵我那一个叫苏南成吼，大头市长吼，较早高雄市长甲台南市市长，我那参与伫这个电台咧做咧功能咧做咧讲，啊，迄暗苏南成头前咧讲，哦，迄阵拢有分即款机啊、手机机啊，好啊，好，我一讲到底啊，会较欢喜个，尤其咱秘书长一日去咧讲，我第一个听演讲底啊，好啊。感受量，那个足大啦，吼、哦！就是讲有到这个，我本来拢练牙，好，就是听伊咧讲演讲，伊咧演讲，迄个气势都像两千年阿扁咧选流亡中华民国总统同款，迄款气势好，足煞拍，伊咧讲足紧的哦。所以咱秘书长迄是总统级的演讲，好，迄讲我听了有够爽的，吼、哦！讲机啊，加咧一架吼，拢唔哪通舔，手拢唔哪通好耍。我做地
伫民进党伫建国党无得得到的答案，拢为秘书长啊得到。哦，所以我迄天有够欢喜，我迄天规个练级的心拢许加秘书长加一开，迄天拢话头三一加39度，你拢发烧，烧到今仔也袂退啊！哎、欸，你看，啊，所以照讲恁拿来遮，然后上秘书长的考量吼，恁应该原来爱发烧，但慢像我安尼烧遐忝嘛吼。啊，烧特别高年啊，即个月月底吼，我还记得八当外前要到当前迄阵七月底，秘书长伫舞会演讲，我第一下听，安尼要高年啊，吼，过早几十，唔免二十工就高年啊。啊！你莫像我笑笑啊久呢，你要热暖，他38.5度了，莫想热，莫烧歹哦哈。好，进入主题哈。那么台湾的主权地位现况，咱过来复习一下。我想着恁初级班哈，上过应该知影哈。啊来，那是1945年九月初二，吼，麦克阿瑟将军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盟军来台湾受降，甲日本军、咱日本的皇军的武器收起，吼，啊来代替盟军占领台湾。啊，你会记哦？啊，接下来他会叫蒋介石部队，他还唔是写命令中华民国军队来台湾。那用个人的名义，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号命令，命令不是干那好蒋介石尔，毛和苏联军哦，伊讲东北地区甲北纬38度线以北的北韩，哦，是向苏联，哦，这有一个国家，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来导航，头前有挂苏联。那么北纬16度线以北，北印度支那就是北越，哦，甲台湾跟澎湖，哦，日本军是向蒋介石来导航。头前无写中华民国，啥物原因？因为迄当时中国有四个政权，来有一个延安的毛泽东政权。有一个重庆的蒋介石政权，再来南京的汪精卫政权，各有一个满洲国，啊，所以三面人代表。所以迄阵麦克阿瑟将军，伊看蒋介石迄阵算盟军嘛，哈，所以阵发命令吼，蒋介石头前拢无挂名，无挂 China 无。但是1949年的年底，啊，他12月迄阵，中华民国国共跟阿强啊国共内战输大败退，规个武装难民非法入侵台湾甲澎湖，顶管这里来台湾来占领台湾，这有盟军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般命令来，这合法。迄阵来无几千个哈，但是这批来哦，到尾200万呢，哈，而且伊是武装的难民。一般的难民无武装啦，啊，一般的难民你若逃离开你的国家，啊，比如伊拉克两伊战争，啊，你若走去隔壁国家，到边界，就向爱缩脚你的武器，卡袂有利益吧？啊，我给你政治庇护，啊，你这难民，我来给你保护，武器拢爱交出来，但是这些人炸刀炸枪。哦，派都派上来台湾，无人机也派过来，无人机用飞啦，唔用派。啊，你也想，这些武装的难民，你来到台湾，咱台湾人无法哩啊，因为咱伫遮，咱伫日本军受降，武器拢交在台湾军无武器，所以无法度甲反抗。而且美国嘛是因为人道精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这些人，因为伊非法，美国嘛知影伊非法。美国有甲警告讲，你中华民国，你南京收袂掉，你的首都收袂掉，你会当甲你的首都刷去广州，结果刷去广州嘛收袂掉。唔甲
走来台湾。本来美国个建议讲，无你走去海南岛，但蒋介石就知影讲，伊走海南岛，赶快收袂掉，只有爱走来外国、日本国的台湾朋友走来遮，因为遮毛泽东唔敢拍台湾个朋友，因为呐，你若拍台湾个朋友，即变国际事件。啊，你若敢若拍海南岛，拍金门妈祖，迄只国内战争哈、哦。好，我等下直接咧爱比一个咧。阮爸爸妈妈哈，伫、哦、我要读初中的时候，我会记，伫我厝边完了。有做低调，熬饲猪，熬饲鸭，饲鸡啊。像迄个生卵鸭，我每一工早时啊，拢爱先去看我鸭有生卵无，我爱捡卵，互我妈妈去煎卵。我爱讲炸便当较有卵，通个配安尼。啊，若无生，我就无通个食，就配咸鱼啊，是豆腐啦、菜脯之类的。迄阵台湾人个。经济，迄个国民党安尼，为着要反攻大陆吼，差不多所有的钱拢撒撒去，咧支援要反攻大陆，拢开伫军费吼。所以，迄当时咱的生活足困难的，所以台湾人，阮爸爸妈妈因爱做副业，吼，饲猪、饲鸡、饲鸭啥的吼。我着看阮爸爸透早安尼，无闲甲暗安尼啦。啊，我若要注册哦。都爱看阮遐猪啊吼，有够大只袂？遐猪吼，差不多两百公就会当掠去卖，都有够大只吼，也是掠去台安尼。但迄阵台猪还阁猪啊细，拢淘汰猪有啊。你若正式有纳税金，遐猪啊拢顿大因咯，吼。啊，迄阵那两百公，也是七个月是掠去卖，啊，我较有钱通。伊特别的注册费，吼、哦，安尼。但是1949年，蒋介石为中国引进甲变200万只猪来荷兰饲啊，好无？按个饲到今年饲70吨啊，袂当掠来抬，佫袂当卖，拢咱纳税金咧甲饲有无？食台湾米，啉台湾水，佫嫌台湾。即阵像马英九因即款的这些人，啊，马英九，你啊想，即款有够无常识的吼、哦，你啊看伊连陆良生做啥伊也唔知，哦，伊拢食陆阿猫，讲陆良何做陆阿健康猫，嗯，我这实在吼、哦、有够无常识的，啊、哦，有够无水准着嘿。啊，真正吼，马英九吼，伊即个咱咧讲，因咧讲纪念抗战胜利有无哈？那么77抗战有无？佮抗战8年，啊奇怪咧，伊77抗战那是7月7日办哈？你敢知7月7日啥物日？美国国庆日呢？啊，这哪不是美国咧主导？那照讲，因爱伫7月7日办，啊，但是因在7月7日要办。而且马英九有参观迄啥物？因咧抗战的迄个画作展有无？有因中国人咧画足大幅的图，讲啥物重庆大轰炸有无？哦，啊，画到拢。整个城市拢在德惠在烧，啊！迄人家啊，报纸刊出来，啊，有咱的网友甲哭诉，都慢叫咧看这个画像咧看，啊，拢会规个重庆市拢倒来，啊，咱的网友甲哭诉讲，我8年把台湾搞成一片火海，有影？因敢有真正咧抗战？无啊，蒋介石拢嘛咧走路。国民党军也听着讲，咱的日本皇军准备要摕这个城市、这个乡镇，
因前一天拢先落跑走去，因为伊知影讲，因为蒋介石伊留日哈，去日本迄、那个那曙光校，去啊去讲西北啊，啊所以伊也知影讲日本军事无论是伫这个指挥也好，啊是因日本的武术精神，这日本军的这个战斗力，伊知影讲中国军绝对输点点的。所以拢袂正面跟咱的日本皇军来拍，所以真正无咧抗战啦。所以伊八年抗战都过，吼、哦，因拢咧保留实力，吼、哦。你蒋介石嘛知影讲，伊爱保留实力，将来要阁跟毛泽东，伫国共内战一个输赢一届咧，吼、哦。所以伊袂牺牲伤济伊的中国军，包括金门古宁头战役嘛是咱台湾军拍，吼、哦。等下有机会我来讲，吼、哦。所以台湾有介侪人买啊，袂瘾饲只中国猪，所以介侪台湾人拢移民出去吼。若有机会，尤其爱若去美国留学个，都袂瘾转来吼。啊，遐人遮拢较巧个台湾人，较巧个台湾人较有才调去留学吼，所以因无爱在台湾继续饲猪，因拢走去美国。你来看，这是2013年8月，叙利亚难民走去伫伊拉克的克德斯坦这个地区的这个难民，因的难民是安尼呢？是叫一个 UN， 就是联合国。联合国有一个救难总署，伊替这些难民用帐篷起安尼，咧予这些难民住。但是这头拄仔咧讲遐中国难民来台湾，咱台湾人。起两间厝好大，第一间是起像日本的宿舍乌下厝，一楼尔吼。第二间，迄阵李登辉咧做总统，有无？建村改建有无？开6000至8000个，甲真济都会区的这个建村、灌村拢顶起，即间换起大楼，互因大。所以你来看，全世界上豪华的这个难民营，伫北高梁是哈。安、哦、来看，来，这个是台北市的建国南北高架桥，伊的这边面就是大安森林公园，较早迄个国际学社网哈、哦。那么这边，这起的就是新的难民营，你看起个真水，哦，这拢差不多20-30楼的大楼，你看因大。啊，这做市中心呢，这隔一条街的美国在台协会啊，吼、哦，信义路，哦，这个建国南北路，啊，这个头，这个信义路，哈、哦，好，那么高雄的左营，这条就边啊，这条就翠华路，这个后边是国贸，国贸那算足大的眷村哈、哦，国贸的边啊这边起，你看嘛，起加水，够。万坪草坪，你予因个囡仔佚佗、放风吹，吼、哦！你看这难民有豪华无？砍头拄啊，迄个大天都帐篷个，你看差偌济？天差地。啊，你讲像因拢讲，吼、哦，阮国军算为着台湾顾台湾，你搞我骗？你翘个兵爱食饭无？那无阮饲大人，阮爸爸妈妈伊去布条啊，会做米来。给恁吃，恁三天莫吃饭，看恁外口徛的兵啊，讲什么咧过海防，啊、哦，结果咱的，阮爸爸妈妈，阮家的厝，是阮爸爸妈妈家己开钱买砖啊、买铁啊，安尼起的，好、哦，政府无起予咱呢，所以咱看因都无共国的人，所以因照中国人照顾中国人，建村起两届。因来台湾无炸土地来呢，伫咱台湾的土地起好个厝了因大，啊，阮家己厝家己爱家己起呢。恁敢捌食过中国人伫台湾布条啊，互恁食个米？有人无？有人食过无？无嘛吼，我嘛毋捌食过。啊，你知影无？你讲伫台湾拢讲啥物人？有人讲啊，你讲讲歹人，无，
伫台湾，雷公拢讲台湾人，是安怎讲？因为太阳落雨，出去咧巡山水，拢是咱台湾人，拢阮爸爸妈妈因嘛是爱出去巡山水，吼、哦。所以落雨，单位讲讲的拢讲着台湾人，无法度讲着因只中国人民安那。因落太阳落雨，因伫眷村内底咧包水饺，咧拍麻雀，雷公讲伊讲袂着，对不对？过来第三个，到2006年10月24日，咱秘书长控美案，美国联邦的这个高等法院有判决哈。这恁初级班应该拢上过哈，啊，再复习一下对吧？哈，好。那么在案的情形下，哈，刚才在联邦地方法院第一个判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照讲咱。台湾爱大地动，结果无，表示啥意思？国民党作个封锁消息咧，这个消息报，台湾人100个，可能无一个知影，吼、哦，所以没有啥物涟漪，也无，干脆无发生啥物代志。这台湾人无国籍，这天大地大的代志咧，竟然台湾人无反应，就神经拢叛逆。伊个伊个夹着拢袂爱，好，那么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即马即个政府讲有20几个国家加成，迄种用买，迄种小国家，迄种作势，我迄袂拢我拢袂晓读呢吼。什么密克罗尼西亚、micro 作势迄意思嘛？拢一款呢？什么乌拉圭、巴拉圭、什么外国圭一款呢？啊，搁有迄个什么布吉纳法索，迄都都拢做歹读个。哎，国家拢细个吼，有一家阿扁啊，迄阵咧做总统吼，啊，嘛伊阵咧做台北市长。那么有外国诶贵宾来参观吼，元首来参观，阿扁啊交代去永和干那个秀兰国小。啊！因个国家小国家万几个人呢？结果迄小人国小小学生得万几个啊！咱一个国小的人呢，他们个国家变一个人。嗯，好，好。即马这个叫做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唔是咱台湾政府哦，吼，唔是咱台湾民政府啊，无共吼。好，好。那么有关台湾地位、国际条约好啦，还是法律啦、啊、宣言？也为这咱来做一个比较。好，来，第一个，1895年4月17日所签的下关条约，哦，你会记呐？签国际条约拢是以迄个所在签的所在名，因日本是伫下关遐签的，吼、哦，啊，因中国人个机关都一个创一个马关，吼、哦，啊，咱来用习惯，讲下关，讲个关字就好啊，吼、哦，好。第二个，这个上重要。1950年的4月28日生效，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伊是前一年的9月7日就签啊。哦，但是爱送因的国家拢爱送登因的国家的这个国会，爱国会有通过哈、哦。结果有48个国家有通过哈、哦。这个正港会救台湾的，就是靠这条条约。来，那么这两个拢是国际条约，哦，这是两个国家签的下关条约。那么这是48个国家所签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啊，这种国际条约。那么照讲，台北合约嘛是一个国际条约，但是台北合约是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做母约。所谓台北合约，就是在美国强烈的要求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流亡来台湾的、流亡来台北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来签台北合约。啊，你注意哦。对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伫4月28日迄天生效了，才会当签台北合约。但是签台北合约签无随生效，爱等差不多3个月，伫8月15日才生效。哦，嘛有人叫做这条是日华合约，就是日本跟中华民国所签的日华台北合约。哦，但是这个日华台北合约伫1972年
九月二九，因为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中华建交而失效，所以这台北会议不好呀。好，好，过来。一九七九年一月七，美国台湾关系法，这讲就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中华建交。那么其实美国台湾关系法是到四月七十，它经过美国的参众院通过，追溯到一月一号生效。美国台湾关系法，但这个是美国国内法，因为美国的参众院在定这个台湾关系法，无招咱台湾人做去定，要怎定，要怎写，无。定好了，进行在台湾实施，嘛无问看恁台湾人有欢喜无，袂啊。进行在台湾实施，啊、哦，无问咱台湾人哦，要定也无问，要实施嘛免问。好，这是美国的国内法，这位置就比头前这三个佫较低啊。好、哦，这是国内法呢，美国家己一个国家所定，叫做国内法。过来，一九四三年哈，十一月二五，开罗宣言，这根本，你再讲我这开罗谎言呐、啊。因为根本不是宣言，因为那是一个新闻公报呢。好、哦、啊，中华民国国民党都做过宣传呢。其实这就是罗斯福总统所设的一个战略的计谋。因为美国的情报人员有得到消息，因为蒋介石知影讲，伊若要一跟日本继续安尼战，一定会输，所以伊走去秘鲁重庆哈。但是派一个密使去看，那个日本皇军，哦，诶，这个总司令，冈村宁次，咧密谋讲好啦，无咱来和谈啦，卖个战啦，啊，都我中国规个沿海拢你占去啊，啊，都拢算你日本的，剩的落来只西部这边，都拢我蒋介石安尼落啊，美国。全部就按个这消息报登去，和美国罗斯福总统就是想这个计谋，嗯，来，就你蒋介石来开罗来做一开会，我给你升做你话呐，世界五大强国之有无？咱那阵定在啥？中美英法苏哦，世界五大强国。啊，我给你这个物资，给你武器，啊，你继续抗日。我、哦、你看中国人。爱民主，爱名声。哦，你给我升做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哦，迄蒋介石偌爽诶，都丢掉啊！各有钱人去摕，各有物资，吼、哦，也有钱，也有物资，粮草，吼、哦，各有武器。蒋介石做欢欢喜的揣某蒋宋美龄，就真正去开罗开会啊。但是斯大林做袂爽诶，所以斯大林准备来参加。那么丘吉尔嘛，袂爽，袂瘾签字，因为罗斯福总统佮蒋介石讲，咱佮继续来打日本，我甲你斗支援，吼、哦，甲日本打败了，我要甲台湾佮澎湖佮向我恁中华民国，哇、哦，你都中华迄、那个蒋介石就变民族救星啊呢，吼、哦，那真正打赢了，甲台湾佮收倒转去，所以蒋介石一声嘛丢掉，但是去。丘吉尔靠国际化的观念，伊认为讲台湾这块土地真唔是伫咱陆地内底，你太会当讲准备将来安怎要分予中华民国蒋介石，所以丘吉尔袂瘾签字，哦，啊，所以变作一个新闻公报、新闻稿呢，哈、哦。但是虽然安尼，到底这个开罗新闻公报有效无？在他們後面的人，他們作功這個誠信的，說一句就遵守，握手就遵守，齁。所以羅斯福建老有安生要實施把台灣跟朋友要有幸福中華民國，但是那是羅斯福本身對國際法律、國際戰爭法不了解，所以他是這樣想，齁。但是後來因為發生南北韓戰爭1950年6月25日，好，南北韩战争爆发，迄阵已经罗斯福贵新、杜勒斯、
啊，落咧做总统哈。两天后，1950年六月二七，杜勒斯总统随发布《台湾地位未定论》，我也开始讲啊。台湾海峡中立化，派第七舰队伫台湾海峡咧巡逻，哈。两个目的，第一，不爱好解放军来打台湾，算第七舰队咧保护台湾。第二嘛，不爱好蒋介石利用南北岸咧战，要换蒋介石要为南平者要来反攻大陆，哦。安尼对美国来讲，伊干那要打南北韩战争，美国就真忝啊，所以伊不爱两个战端拢启动，哦，所以派第七舰队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嘛，防止解放军来打台湾呢。OK， 本来有效，但是就是毛泽东发动八万的这个抗美援朝，哦，中国解放军源源不绝一直打南韩，吼，哦，规个南韩遐么要退，啊，这违反当初美国跟中国政府所讲的，讲中国将来建第二次世界战后，袂使向其他的地区的国家来发动侵略，好，哦，啊，所以中华民国中国共产党去打南韩，这个动作等于迄当时的开罗宣言破裂，哈，哦，美国就无必要继续遵守这个开罗宣言，哈，哦，无必要依照什么波茨坦宣言所讲的，将来要甲中华民国甲台嘛，甲台湾甲平和要向我中华民国，哈，哦。过来，咱来台湾的主权来做一个分贴哈，哦。那么日本依照和平宪法第九条，这个和平宪法就是麦克阿瑟去占领日本去四大岛时，伊迄阵麦克阿瑟是盟军最高统帅，吼，哦，底下占领日本，底下咧用军事统治哈，哦，算君主统治哈，哦，啊，甲日本的帝国宪法甲改做和平宪法，就是规定讲日本袂使有军队，哦，所以即摆干那日本有自卫队，哈，哦，日本无交战权，哈，哦，所以这个第九条第二项规定，日本丧失国家交战权，日本袂使对外宣战，伊无这个主格，哈，哦，且不得主动履行防卫台湾的义务，啊，哦，以自卫队干那过于日本去四大岛，安尼俩，好，哦 okay，好，但是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在美国同意之下得以被动来履行其国防方面之主权义务，作为防卫台湾之法源依据。哦，在和平宪法就是规定，伊干呐，伊袂使有军队，哦，所以伊无嘛袂使发动战争，无交战权。但是签一个美日安保条约，就等于是伫美国的同意之下，会当被动。那美国同意，美国那譬如讲，阿强来打台湾，那么美国来防卫台湾的是日本嘛？爱作为来防卫台湾，哈，哦，你被动，哈，哦，履行国防方面主权义务，作为防卫台湾的法源依据，哈，哦。那么美日安保条约，那个它巴士海峡以北，以前是安尼写，但是不也新呢？就是攻周边有事，这个周边有事。包括只要来妨害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日本的经济，好，哦，安尼日本就会这样发动跟美国作为并肩作战安尼。啊，这个美日安保的条约就是正讲日本对台湾要保有主权义务的具体的证据，然后日本就要来保护台湾，因为日本这块土地要搁是日本天皇的，这是日本天皇的权利。已经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有悬空调改，哦，等于个限制伊这个权利啊，哦，但是比占领区的国防安全是占领军来负责，所以美国爱负责啊，哦，美日安保条约，美国咧负责的是日本爱个根据美日安保条约做回来，那周边有事的是，哦，比如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啊，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哦，日本拿去把人社会团给拍，
美国嘛爱出来斗三工，吼、哦、，OK， 好、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主权，是美军占领，但是这块土地还阁是日本天皇的吼、哦，所以咱拢讲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美国军事占领台湾，哦，叫做美占 ，OK。好，过来。好，你要翕不？好，来，我翕。那么，有真侪人讲，咱咧甲讲，台湾了个美国军事占领，拢笑咱笑的。好，包括阮第一阵早期吼，八九当前，阮咧甲人介绍讲，台湾了个是美国军事占领中吼，较好朋友吼。有些直接跟你抢啊！我你是读个派小派，像我这三十九度小派啊。啊那较不识个，坐较边啊，就远在你看边啊，你比啊，那个破去啊。哎，啊那较好，有诶，调人避开，走来跟你讲，啊，你有小派无？嗯，我迄阵定安弄着，啊，所以今仔恁有阿多来遮上课，好、哦，你也感谢讲你。亲戚朋友给你介绍，好。那么我来讲一个故事了哈。古早也无闹钟了哈，啊两个兄弟啊，都少年拢咧抬猪，抬到要五十岁啊哈。这个哥哥哈，就觉悟，讲不被抬猪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迄阵两个兄弟有约束。什么人先起床，就拢先叫对方起来来啊！那弟弟先起来讲啊，起来哥哥起来，咱好堂来抬弟。那哥哥先起来讲啊，弟弟起来，好堂来抬弟啊。结果换哥哥无要抬弟啊，要开始吃菜、念经、拜佛。结果吼，两个到尾啊，拢百岁年老死。哥哥说。这念经吃菜拜佛的，落地角，到地角砍阎罗王灰。啊，我逐天吃菜念经拜佛，你来，我落来地角，阎罗王狠狠的看，嗯啊，你都怀着好心做坏事啊？你是不是用透早起来，拢叫恁弟弟去抬猪？有啊，有啊，嗯，对啊，所以你来落地角。啊，恁弟弟上天堂，伊逐工是拢叫你好心，叫你起来念经、食菜、拜佛。讲，哎呀，对啊，啊，所以啊，让伊上天堂，你下地，你说不会讲。啊，所以恁今仔来遮，你也感谢，怀着好心做好事，遐亲戚朋友叫你来遮，因为咱七十年来受国民党的教育。包括课本、教科书啦，包括电视媒体。这些电视媒体，你莫欢喜讲哦，咱有三明治哦，三立电视台、民视新闻，哇，民视电视台，啊，加自由时报，简称三明治。你就是讲你足欢喜的哦，咱遮就会当弄来骂个国民党骂好多。无影自由时报加民视嘛，十几年啊，国民党也无倒啊，骂袂倒。啊，这就是咱。头壳中毒太深嘛，吼，洗袂清气，拄啊洗一撮出来，啊，国民党着搁饲一寡假新闻入来。你也知影讲，包括伫民视、伫三立内底，拢甲一中国人咧做新闻部的主管。咱台湾人拢是做小记者，拢拍查甫拍卡面啦，吼，当当较早卡面来做外只哦。我捌做诶看。朋友做去采访，好，我的朋友185公，足外长诶，拍一只，迄阵美国诶，卡米拉阿斯诶，差不多爱摸安尼啦，无想讲即卖安尼写一只，爱去拍迄个马德里蛋蛋袋，一粒一粒马德里 S 腰带安尼拍呢，结果啊查某诶较假，查某较轻过假，即卖去采访，采访回来，辛辛苦苦采访回来。这消息要报唔报，就看这个中国人的主管。嗯，啊，这报了对我国民党无好，啊，这卖报藏来。我这报了对民进党好歹好，
报告大兵呢，透早报告暗，所以你莫怀疑。好、哦，所以像那个郑鸿仪伫三立电视台头家，咁啊《大话新闻》哇，迄阵请假，你话即嘛红色的手伸入来，甲郑鸿仪就硬掉去啊！好、哦，所以伊就无伫三立咧报啊！好、哦。所以你也感谢你这朋友好心给你介绍来这，洗脑，把咱七十年来国民党系里内底笨手看看清楚哩。我外记阿扁迄阵两千年多做总统，五二到九零无偌久，电视可能就开始咧骂啊。阿扁啊，这唔做，那唔做。啊，好在有一个头家较清楚，我那可能入去，甲政委讲，啊你继续讲阿扁啊，三条六臂吼。国民党在台湾当笨者当六十几年啊，迄一堆敢若迄阵讲迄落内湖有块笨者山，迄、那个笨者山遐大堆，你叫伊讲三个月就要叫阿扁也清不了，那清会了。哦，所以咱今仔来遮嘛，毋是讲三工两暝就清会清去，你当然一定爱好好读，咱必须做出这册，尤其新台湾论你一定爱读，迄本我拢甲号做圣经吼。哦台湾国际法律地位的圣经，这本足重要，你一定要好好读，吼，读一遍，要未清楚，爱读第二遍，吼。啊，这本吼，我迄阵拄啊摕到，我若感觉讲介趣味奇怪，你若困未去吼，这本摕来读，一日就困去啊，拢唔免食爱困药啊，吼，迄足有效，我无骗你，吼。啊！来，从早我有看迄个美国台美关机关键报告，哦，迄我读了足顺嘞，一声早三工就做一个甲台湾，啊，佮迄个美国军人占领下台湾，迄本嘛是，因为必须要愈出靠边，愈出愈深嘛，好，愈深你就要做认真，读到目睭个咧刷袂刷袂啊，好，真侪人拢讲。美军，我拢无看到美军。你咧讲什么？美军占领台湾？好、哦，啊，咱来看美国是有啥物根据？好、哦，有法理上有啥物根据？啊，有啥物迹象？咱来看。好、哦、来，头拄啊，咱秘书长嘛讲了 ，AID 内湖迄个新的馆，哦，这个占地两万平，差不多台湾加七甲，哦，好，开了六十五亿，啊、哦，这较早旧的资料，即马有一直增加，哈、哦，这是。全世界上贵，美国伫别个国家去新的大使馆，拄啊一间开上侪钱，唔是上大间哦，上大间的是伊拉克。伊拉克因为伊拉克你知影，因咧回教基金派吼，拢不是咧汽车炸弹咧在做跟踪来弄入去，所以伊拉克的大使馆总足宽啊，有分外围区、中围区、跟内围区。啊，每一排路拢弯弯曲曲，无有你直线加速，所以你无多甲弄入到内底吼。所以上大的是伊拉克，上贵的是台湾这间吼。伊内底建材拢总为美国进口，是呐？美国较早要伫莫斯科大使馆行一届，较早拢出钱叫莫斯科苏联的人，苏联的建材。好运气，起起的发发电工，哇！迄砖啊内底拢藏窃听器啊！啊，你大赛馆内底人，你讲啥物话拢有录音去啊，拢有知影，泄露足侪国家机密出去啊！所以尾啊，美国发电，规个拢讲掉，为美国进口美国的建材啊，叫美国工人直接入去施工，那么同款。伫内湖这个金茂路一百号这个吼，金茂路一百号，伊咧去内底遮个，拢用磅木砍的，我你翕相你也看无，吼、哦，内底咧倒啥物物件你也唔知啊，拢美国工人咧施工，咱台湾的工人敢那起外口这个围墙，吼、哦，所以内底重要设施拢是美国人咧做 ，OK， 好，啊这是完成的鸟瞰图，哈、哦，预想图，哈、哦，好，过来。伊这周期是九十九年，佮加九十九年，拢总偌久？三百
九十八年，甲要四百年。咱迄阵，迄、那个陈定南咧选省长，兼宋楚瑜咧选省长哇，号称讲四百年第一战，要求这甲要四百年。这代表啥意思？等于迄块土地是美国个嘛？吼、哦，敢那像迄租借地安尼吼。将来完工的是进驻八百名海军陆战队哈、哦，这根本是一个新的总督府的建设啊。这个占领地要君主占领，这个行政所这个修订绝对是叫做总督啊、哦。你包括关岛嘛，那个叫做总督哈、哦。啊，所以台湾迄阵要日本占领时，阿伯。实施这个明治宪法进程，嘛是拢是日本天皇派总督来，哇啊！而且根本是东亚防卫通信甲电站指挥中心，包括咱个新德乐山这个上新的雷达，哦，伊个征收范围一定征收到内蒙古，哈、啊，包括北安大浦洞飞弹的气下，拢有法度征收到这个铺路爪雷达，伊个。资料拢链接来到遮，吼，后链接去到太平洋总司令部伫夏威夷，吼，啊，链接去到琉球的这个加索纳美国空军基地 ，OK。那么将来台湾这个所在，你甲想，咱的战略地位足好个，你注意甲看地图，拄好改成甲中国伊个心脏个所在下一支。台湾之剑渡伫新泽家，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美国无可能放弃台湾，讲要阿强阿退，无可能。即只麦克阿瑟讲啊，台湾是个不成的航空母舰，哈。好，过来咱来看黄玉兴公投，两千年阿扁啊，伫两千零四年一月十六宣布。举行防御性公投，因为三月份要选举嘛，哈、哦，三二零要选举，三一九的发生枪击案，哈、哦。啊，是安怎？若要公投，公投的内容首先要予美国看过，因为美国禁止台湾举办公投，尤其统独公投，所以阿扁也想一个办法，讲啊，无我来办一个防御性公投，啊，所以有国民党用。讲个都公投绑大选，好吧？好。那么是安怎要公投的内容，唔免予其他国家，予英国还是法国，还是俄罗斯、苏联看？这就是讲，美国伊就是咧管台湾的，伊若无军事占领台湾，伊无可能讲在要求来你介资料上我啊，经过我看过，阿扁也嘛真巧，伊冲一步，美国找无理由通去反对。因为我们要家己防卫台湾出袂使，美国只有答应伊公投，所以公投有办，但是公投无成功哈，代表你上届无通过哈。好，过来，台湾若发生灾难，美军会来甲恁救助。啊，咱来看2009年莫拉克风灾，迄阵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无要接受外国的援助救助，讲钱来就好啊，人免来，你看。你看你看这马英九多爱钱，哦，后人要来台湾甲恁救，讲唔通来，恁唔好来，恁钱来就好啊。其实伊迄阵是有意思要予中国个解放军入来，借这个机会要入来台湾，啊，这入来就麻烦了呢。请神容易送神难，入来就无走啊，吼、哦。啊，美国嘛唔是空啊，唔是巧，唔是憨个啊，美国知影。所以，伊个国防部就随派军机、军舰运送救援员的物资来到台湾来救灾。哦，你记迄阵伫台南机场、台南的军用空军基地，为琉球加索那空军基地飞来的 C-13 栋力士型的运输机，哇，会足大只，迄内底战车会当一条塞入去，哦，内底然后会当带三只的战车。我做囡仔时，伫屏东潮州有一个闪讯中心，迄阵美军还袂撤退，即款无人机
就不止底下空投建车，或许建车落来弄到土卡，像咧地洞安尼咧，土卡会摇咧。哦，因为迄个所在七十街迄个，规个平地拢种草皮的吼，就是美国不是底下咧连，迄阵还佫有中美联合演习哦，三军演习。哦，迄阵看无人机安尼飞吼，安尼几啊十只做一飞啊做一。放迄降落伞，吼，真正足壮观嘞！哦，我做囡仔也有看过。哦，好，过来，伊个军舰用伊个这个超级种马吊挂，哇，怪兽甲鲁托机，要去纳马夏迄个小林村遐救灾个无？哦，啊，你注意看，这种军用无人机呢？啊，你会记哦？美国若要去搞外国救灾，因为一个美国救难总署，拢是这个单位咧统筹，拢民间的无人机咧飞。独独，你头拄仔看这個，顶晚我有写国防部，美国甲中华民国讲，我美军要去台湾救灾，你台湾的救难单位，好，你的什么？消防署哈、哦，消灾防灾署哇，跟我美国的对口单位合作，美国国防部，不是美国救难总署。为啥你就会这样看着讲？是美军嘛？国防部就是美军，唔开会这样派伊的军机、派伊的军舰、派伊的军用的鲁托机、怪兽来台湾。好、哦，啊，你知影哈、哦？啊，这个马英九哈。哦，这个真正老塞车呢。上大的风台水灾，摩拉克风灾，哦，这死上多人，死五百几个哦。啊，你来看，佮上大最近发生的上大的火灾，这将来头爱我估计爱死差不多成百个，我看的，因为这种重度烧伤，因为我可能把你个。滚水安尼烫着吼，好，迄落听甲无想要讲话啊！我迄阵烫着开始咧疼吼，迄阵啊微微肿，搁轻的呢，我去烫着手。OK， 啊，所以听甲阮某咧甲我讲话，我拢无想要甲应啊，听甲真啊！啊，我这头烧伤面积1%。啊、你看那全都40%-50%到70%-80%的，我那我只来替伊烦恼哈。上大的灾难拢伫马英九的手里，上大的食安问题，个人食地沟油，食个有无？啊，经济，这个或者经济成长率上低嘛，马英九，哦，这是在老塞贝哈，真正老塞贝，啊，这个哦。伊家己，我讲点嘛，就告诉啊。伫美国咧开国际外科显微手术的这个国际研讨会，啊，伫埃博西亚迄个下午茶的时间，啊，有三个医师吼，伫迄个大人遐咧开讲，一个日本医师就起来臭屁讲，因。阮伫十年前吼，阮就一个五岁囡仔，跋咧迄个地铁，就是捷运，迄个捷运的车搞过，将伊手搞到碎，阮用显微手术甲天甲接倒转去。十年后，伊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得第一名，表示接了足歪，哦，安足厉害，像往美国这里较起来臭屁。我嘛是十年前。阮有一个十岁，吼，迄囡仔车祸弄一个脚断去，截肢，一定爱截肢，我来搞搞吹吹，阮截肢。阮用鸵鸟的脚甲倒倒断去，十年后伊参加奥运比赛得冠军。啊，就这两个医生在看台湾这医生要哪操办？当然医生讲，阮20年前，吼，发生车祸。这个70岁的这个中壮年人发生车祸，
车弄得他个破的，然后才拢喷出去。阮用底下脑个移植入面，即卖迄个伫台湾咧做总统。恁即七年过了好无？拢全讲无好诶，啊，就是即个原因嘛。啊，即七年就是用猪脑咧治国啊。不过咱大家过了歹过，啊，伊还做八年呢，啊，咱真正八年抗战呢，无恁开恁来，搁免一年，八年到咱就出头天啊，吼，咱原来八年抗战，因咧讲七七八年抗战，迄种假，啊，咱这几年啊做物质的，做艰苦啊，伊即摆连用猪脑咧治国都无安呢，伊用你看伊即摆请一个细猫的，用一个。六阿猫迄个猫，迄个猫治国咧治国，猫治国有无？吼，我这嘛天意呢吼。较早蒋介石拢叫咱来反攻大陆，杀猪拔毛有无？啊，拄啊，即嘛国民党的主席，姓朱的吼，朱立伦。啊，行政院长叫做猫治国，啊，真正杀猪拔毛。你看广告一样，等下，无时间无够。好，为遮来印证美国也阁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十三条下所讲的，是台湾的主要军事占领权国，吼。所以，甲阵美军也阁咧占领台湾，伊唔卡会当划别台湾来台湾咯。你敢想，诶，军机、军舰会当清清菜菜的，你要人诶领空领海？诶，你会记到两年前土耳其一只战斗机，吼，疑似了，疑似侵入叙利亚的领海领空了，要求飞弹射来个拍载落来呢。啊，这飞行机飞来台湾，那军机呢，军舰呢，中华民国，伊要落去台南空军基地吼。嘛，免甲台南这边的基地申请呢，发来就来。伊是头家，伊当时要来去顾在伊啊，吼，免甲你先头讲啊，员工讲。OK， 好。那么有主要占领全国，就是次要占领全国。中华民国，好，就是次要占领全国，好。你多讲个哈，好。那么2012年5月20日，迄个波美国个军机搁再一届降落伫台湾松山机场，但是迄个是使这个改装过这个美国空军 C-40 行政专机。啊，这内底载啥物人？就是载美国派来这个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罗斯雷廷啊，共和党个哈。算了，国会议员来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登基大典，以及局长呢？哈，马英九是伫美国来看，伊是局长呢。台湾治理当局，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就是《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因为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袂使美国的国务院统领各驻外使馆，袂使跟中华民国的官员做伙开会，做伙食饭。好，阿嘛袂使称中华民国，干来一定讲台湾治理当局。所以，即嘛所咧选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唔是伫美国咧讲的，因咧选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OK， 好，那么你也想，这个局长登基的典礼是几点？我印象十点哈，但你也注意看，因下晡才来，咱咧娶新妇咧请人客。咱请中道的，结果这来宾讲下晡较，迄个要阿妈较来，啊，表示什么意思？无甲咱尊重嘛，所以美国根本无啥咧尊重这个马英九嘛。再讲马英九嘛是美国人，哦，伊的身世足复杂的，后人讲伊是中国人生伫深圳出世的，后人讲伊伫。英国迄阵的属地，香港出世的，有够复杂。啊，有人讲，因的妈妈吼难产，
先生一支脚出来，伫深圳生一支脚出来，去高雄按脚，甲个另外一支脚伸出来，甲生出来。好，好，过来，咱来看美侨哈撤出美国撤侨哈，入来台湾，而且自设海关，这伫两千零十米，啥物哩大地震哈，啊，日本发生福岛核灾。美国在三月十八撤侨来台湾，那时候 中国人最大声撤侨，因为中国人最怕死，最自私又最怕死中国人，法国人撤侨去欧洲本土，就把他们撤去南韩。好，你来看，这个在桃园机场 AIT 在三月十七号在他的网站官网就发布停止所有的美国签证，迄阵要个哪边签证拢爱去美国再来接面试，无像讲即卖用电子签哈、哦。所以 AIT 的官员拢招来伫桃园球场，伫遐咧验证因美国公民的证件哈。伊、哦、个背心叫写 AIT 有无哈、哦？好 ，OK。而且伊自设海关，中华民国海关头都你做来看，中华民国海关无伫遮，哦，靠边站啦哈、哦。OK， 那么是咱那美国无要就近撤侨合约，美国的美属关岛还是夏威夷州，美方 AIT 禁止台湾机场自设海关，哇，这真奇怪嘞。海关是代表啥？海关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行使的行为，哦，譬如咱也要去法国，咱嘛要去台北的法国办事处去啊申请签证，有这个签证，你才会当坐飞机去到法国的时，把这签证给伊看，啊 ，passport 给我看，伊验证讲哦，这是阮台湾法国驻台湾办事处发的签证，啊 ，OK， 好，该好你哩，这是海关正常一个做法。啊、你如果没签证延期遣返、哦、好，现在美国可以在台湾自设海关，海关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流氓政府的海关拄到握有、哦啊、比如、啊、但你注意我后面挂握有非拥有，这个来做一个解释，我们去超商，我们要买矿泉水、啊、我们那罐给拿来叫做握有，但是你还没有拥有，对不对？因为你还没付钱，所以这罐要搁算超商的财产，不是你的财产哦。所以你要袂使拍开开啉。那照法律来讲，你得要付钱了，你才会当挂拍开开啉。照讲你袂使带来这，还袂付钱，你就讲啉哈。法律上是安尼讲啊哈。所以握有不代表拥有哈。啊，佮另外一个讲话就讲、是，你伫街仔路看，人查某。男女朋友手牵手握有，也不代表拥有哈、哦，因为迄查甫唔代表给你无，查甫唔代表给你娶，也唔知影咧哈，所以握有不代表拥有哈、哦，好，所以欲握有台湾主权的美国，这里爱个解释者，咱台湾的主权就敢那所有权证，你去甲咱有一个土地，你去甲银行借钱，咱的所有权证是毋是？抵押伫银行，哦，设定，得啊，等下你有钱，哦，去行掉，开张多销，对吧？啊，伫台湾即卖将了，敢那琉球同款，当初琉球会兴和日本，就是日本政府伫1969年迄阵，日本政府有赚到钱啊，然后伊去甲美国政府。谈判讲，我爱开偌济钱付这个战争债，因为琉球战争，美军伫琉球死超万五个，吼，受伤四五万个。啊，你啊想，美国核能机后你拍灾了，船后你用这个神龙特工队轰沉，这个美国的损失、生命财产的损失，你日本爱赔啊。所以，迄阵日本去跟美国协商。美国甲开价，讲你若要我兴琉球，
你要付$320,000。所以日本政府把这条钱交了，因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琉球返还协定，那个尼克森政府在1972年，哈、哦，这个5月7日，准把琉球包括钓鱼台，拢还给日本。所以咱头先秘书长有讲，迄当时琉球哦，包括钓鱼台的管辖治理权是伫美国手里。但是主权美国讲他不予置评，啊、哦，伊不爱讲。但是其实钓鱼台嘛是日本天皇的，那有足多台湾人听了就足无欢喜。嗯，钓鱼台咱台湾的啊，无唔对，钓鱼台咱台湾的。那你莫别记，台湾啥物人的？日本天皇的啊。啊，所以钓鱼台迄种是日本时代是台北州宜兰厅的头城。一管辖区，第二台是桃城的，桃城是台北州的，台北州是台湾的，台湾日本天皇的，安尼第二台根本就日本天皇的，对吧？哈、哦、，OK， 好，那么台湾同款，台湾若要像琉球安尼回等于日本政府，嘛爱日本政府跟美国协商，爱开偌济代价来赔美国的损失。好、哦，把这条钱付清，签一个台湾返还协定，咱就来回来日本大日本国，安尼 ，OK。所以真暂时，你这条钱，这个战争再无行，所以台湾的主权、所权证等于暂时由美国定掉嘞。等你提钱来赎回去，啊、哦，所以欲握有啊、哦，非拥有哈、哦，台湾主权的美国。流亡政府无权对他的上司执行管辖权。头家来啊，你个叫头家哦，爱什么证件，拢爱提出来证明讲你是头家安尼。所以吼、哦，我再讲美国这个主人随时要转来，看门狗，中华民国无权审查主人的证件嘛，对吧？比如咱那转一个咱刀。咱是毋是锁匙夹咧门开咧就要入去？咱敢着去锁匙夹咧讲问讲，咱饲一只狗仔伫门口咧过大门，哥哥，我要入去敢袂使？唔免嘛，对唔对？头家要转来，迄只狗仔敢会当动讲无爱互主人入去？袂使嘛，吼。好，好，过来，唔知有够时间无？好来，我讲个啦哈，2011年。10月29日，美国的空军的加油机 KC-135 降落在台北这个中山空军基地。中山机场这只，吼、哦，飞足足这大只，加油机拢足大只的吼，这个足重的。啊，记者一个采访，我恁说这只这大只要来创啥 ？AIT 的官员讲，啊，阮 AIT 有一个官员的红眼啊破病。我要用这架飞机去载去日本，买予日本医生医。你较奇怪，咱台湾医生敢遐慢？一个红眼，咱无在条甲治疗，咱个呆呆甲这个脓肿，敢遮慢？结果就有内幕，哈、哦！伊内幕就是讲，美国就是咧要重返亚洲。那么，万一呐台湾有发生事，阿强要来拍美军，如果若要在重型武器入来，上紧的就是飞行机咧运唔开紧，你去用船啊看看赛，袂有吼、哦。所以伊爱派一只足大只、足重的飞行机来试香山机场的炮道有够用无？会堪你只只重飞行机安尼重的跑道会劈裂袂？会破袂？吼、哦！而且嘛爱试讲，这个炮道的长度有够长无？只重的飞行机，伊要落来安怎落来？你敢知？照讲，咱飞行机要落来，爱逆风，有阻力，较低跑道的刹车就掉了。伊调工顺风降落，就是要让你顺风安尼，我硬打洞洞到上那机场，这足歹飞的。因为林果高地，包括这個中央山脉，好无？你爱下面的水落来，光落来，啊，若冻无掉，你要搁重新起飞。又无够紧，就弄落山，所以这算台湾上山机场，这个以前是有名的
困难起降的机场，伊吊钢遮大只，顺风降落，要飞出去的时候，嘛顺风飞出去。伊就是要找上严苛的条件之下，要试看外底距离会当降落，外底距离会当起飞，伊要抓这参数。所以这是伊正港的内幕，唔是讲要载一个红影要去日本，那这敢那说笑的？那一个红影哦，咱就叫客轮车倒来送来病院看，唔免叫一只游览车，遐大只，讲要载红影去台台病院看，去台台嘛歹停车，对不？哦，所以这个来无爱甲各位讲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唔先讲到这，明仔八点再去继续，多谢各位，谢谢。